哪来的神经病？石像，原来石东不是故意抛下我的，他也穿越到这儿来了。属下拜见君上。魔尊秋萍，哥哥带你长长见识。这是方舟，是我发明出来的代步工具。魔尊万岁！魔尊万岁！魔友们好，君上好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修真路漫漫，奶茶用相伴，加糖加奶不去冰，魔派与你共前行。珍珠奶茶，这喝之前你得摇一摇，不然你就失去了它的灵魂。这玉华派也不行啊，给你穿的什么呀？这是哥给你搞一套高级定制款式，有哥罩着您，安排。